豆豆，你能借我6000块钱吗？豆豆，你也太爽快了吧，直接就给我转过来了。豆豆，上次找你借的那个钱，我现在一时还不上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你能再借我1000吗？真真，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啊！以后不许这么说了。我最近太不顺了，我要先忙了，先挂了啊。我最近太不顺了。姐妹，你如果借大钱的话，我倒拿不出来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吃不上饭了，你给姐妹说一声，我直接转给你就行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啊？等会儿我姐妹要过来，我们多做点菜。还有啊，她最喜欢吃红烧肉了，一会儿我们多做点。你那个姐妹要过来，那个钱的事儿？那个钱的事儿，能不能先不要提？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当年。豆豆，豆豆，你等一下，怎么了，珍珍？豆豆，你这次出去打工，一定要给几个姐妹争口气，不要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给看了笑话。来，我这里有些钱，你拿着。珍珍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我把猪给卖了。你把猪卖了？你把猪卖了，你们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把钱拿回去，把猪买回来。你就拿着吧，出去打工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家里有我帮你照顾呢。来，这个鸡蛋你拿去路上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在家要照顾好自己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豆豆，钱一定要拿好，不要弄丢啊。好。这些年也不知道他在老家过得好不好。反正那个钱的事儿，你千万不要提。珍珍，怎么衣服都打湿了呀？快进来。没事儿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菜，还有一些你喜欢吃的桃子。你说你来就来嘛，还拎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来，快擦一下，我去给你拿衣服换一下啊。来，走，快去换一下。来，珍珍，吃菜，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豆豆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想来看看你们，我好长时间不见你们了，挺想你们的。另外，我之前不是欠你们钱吗？我今天带过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欠久了。珍珍，你算那么清干嘛呀？这钱你拿回去。不不不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一码归一码。对，亲姐妹要明算账，既然要算，我们就算得清楚一点。之前豆豆早些年在外面打工的时候，都是你给他的钱。这些钱放到现在来说，我们多还你5倍都不为过吧。我们两口子在外面打拼的时候，都是你一直默默无闻的在照顾他的父母，这些东西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淘淘说的对，我们两姐妹不说这么多，这些钱你拿回去。珍珍，你记住，姐妹情一生情，情深一辈子。